大家好，我是小草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影片是 Storica 米莎的角色故事。马上来看到第一个故事《往昔树线》。蛇神よ。ダメ。おう。えい。うん。うん。お。私？接续着上周戴菲斯的故事，米莎的故事讲述戴菲斯投入这个药物进入孤儿院之后，孤儿院产生的变化。在戴菲斯故事中，我们预测这个约书亚会死亡，约书亚是不是真的会死吧？那我们就跳过接下来战斗画面咯。蛇神のご加護だ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おやおや。ん？私、私。其实在熊草看来，就是投入药物之后有很多孤儿就因此身体不好或死亡嘛。
那米莎能够得到这个神力，其实她也是一种有天赋的展现啦。于是米莎就成为了圣女了嘛。然后叮一看角色图，马上就发现约书亚没有死掉。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第二故事《暮霭时分》。この聖女が帰っ、おら、なんて不敬なの、这边可以看出米莎身体不好，就是这个药效所致哦。但是如果不吃药的话，她的神力却没有办法得到展现。那没有药的米莎有什么办法呢？一个办法就是去寻找药嘛。那第二个办法就是开诚布公的说，根本就没有神机这回事。这样神殿的势力会大减，而且人民也会少了一个信仰的依托。但女王派是会坐观其成就是啦。接着就跳过战斗画面吧。所以约书亚的脸到底为什么会长成那样呢？而他又为什么有戴菲斯神官的药呢？我们就可以推测这两件事情的关联，肯定就是跟戴菲斯有关嘛。而孤儿跟戴菲斯可以有什么关系？肯定就是实验体嘛。所以我们接着就来看会夜前戏吧。
私。うん。ああ。なんですって？看到小时候的约书亚是多么的喜欢米莎，而且戴菲斯的故事中更小时候的约书亚甚至以米莎的哥哥自居，照顾米莎好像就是他人生的职业一样。而现在约书亚回来，他能够代替戴菲斯成为守护米莎的那个人吗？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吧。看得出来约书亚是对米莎有点成见的，而且他好像想要让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，是单纯对于戴菲斯神殿派的厌恶，还是这是一个米莎想要拿药所必须经受的试炼呢？这一次的文本并没有之前的角色故事或主线故事来的长哦，基本上都是因为米莎本身的战斗力还有约书亚战斗力非常的差，那打斗的时间会变比较长。从两人对话可以看出，米莎就像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哦，即便两个人都是从孤儿院出生的，而且米莎的年纪也比约书亚来的小，但是米莎对她讲话还是非常的不客气的。那么接着就跳过这个战斗画面咯。
啊。
边米莎的神力为什么会突然恢复呢？非常有可能是故事一开始的时候那位资深大神官给米莎的药，而米莎就直接给他服用下去了。不过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天选之人啊，他能力直接觉醒啊。接着就来看到下一个故事，犹存余温。根据故事，我们应该要在戴菲斯的实验室里面找到药才对，但是我们约书亚哥哥把我们带到实验室深处之后，却没有让我们发现药。到底药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药是戴菲斯的产品吗？那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成分去调配的？为什么可以带给人类异能力？就等之后的故事告诉我们啦。跳过战斗画面咯。我的天哪，这个一百年没有见到的假汉居然在跟我们米莎打对台，搞啥啊？那他到底为什么要掳走这个约书亚呢？假汉的意图是什么呢？我们接着就来看故事吧。お情けを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なんだあなた。はあ。おやおや。え？ふんふんふん。なんですって？お？どうか命だけは。哇哦，那到底这个禁药为什么可以在别的地区卖到一个值钱的价钱呢？所以代表这个药其实是有流通的吗？戴菲斯其实是有卖出去，不过这个药的成功率这么低，那是不是它其实是有其他的药效存在呢？从这一刻开始，圣女背上了她孤儿院伙伴的枷锁。而在约书亚策影之下，能够继续当圣女的米莎，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就等之后的故事告诉我们喽。下次见喽，拜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左下角按赞，右下角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喽。我是小熊草，那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